掌声送给卢娜。下面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，他来自东莞名将搏击会馆21寸，有请Ji Wenhao。 这是一场中国队泰国男子58公斤级纯泰拳规则的比赛，蓝方的卢娜战绩是156战51负。本场比赛的蓝方来自泰国的卢娜战绩是156胜51负，44 KO 对手，他就是卢娜。本场比赛，红方来自东莞名将搏击会馆21岁，1米68身高，战绩是5战4胜1负，他就是Ji Wenhao。好，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拿起手机发送短信，把您对运动员想说的话以及评出本场的全台英雄，发送至16698880发短信的朋友有可能获得我们送上的精美礼品。比赛现在开始。 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是在河南的信阳体育场，为您带来是 WF 环球强征八赛男子58公斤级纯泰拳的一场比赛。红方选手是穿着绿色短裤，来自东莞名将搏击俱乐部的纪文豪，蓝方是穿着这个深绿色的这个短裤，叫 rewrote 因为这场是一个纯泰式比赛的嘛。 像这个容奈，他采用这种抱缠的这个内围技术，那这是他的一种特点。现在这个基本上尽量的不要给对手打这种技术，我们看到容奈这个选手非常的灵活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泰国的这个中小级别水平非常高，你像他这个52、56、60，你包括65的水平，包括70，水平都是非常高的。 所以，纪文豪今天可以说碰到一个技术全面、柔中带刚的选手，和他的名字很像，柔耐，还是柔中带刚。你看他好像力量不如这个纪文豪，但在打法上。
绵里藏针。你看刚才是姬文豪是一个接球摔，实际上主动权在姬文豪的手里，但是我们看到 Runmai 是用他的后手拳在不停的进攻啊。哇，这是个飞膝动作，这是一个飞膝动作，啊！只要运动员在擂台上三点支撑倒地，是任何运动员是不允许对他进行击打，因为我们这毕竟是以武会友的一个场所。走起，杨洋，走起，杨洋！现在金文豪打这种节奏不好，啊。这是这个Runmai非常适合的，刚才我们看到Runmai一个盘肘动作。在我们这个纯太极比赛当中，尽管不允许打肘，但是你盘肘、调肘都可以用，这些开肘动作都可以。现在吉文豪可以说就没有一个主动得分的一种手段，就打击对手的手段你没有，现在一直场上被Runmai在控制着。你看，现在Runmai在控制这比赛，你别看他柔柔弱弱的啊，这是高扫腿啊，因为现在金豪没有一个进攻的手段和方式来控制主对手。第一回合比赛结束。现在大家看到，这是 WF 环球强争霸赛河南信阳站的一场男子58公斤级比赛。红方是姬文豪，蓝方是来自泰国的Runmai。这是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，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，泰国的Runmai可以说控制着比赛的节奏，啊，这种节奏的控制可不是单一的，我就是拳腿，那么单一的组合的这种打法不是，他的这种战术的应用非常的合理。啊！现在金文豪所欠缺就是你主动的得分手段。虽然我们采用的是扣分制，但是你要有一个，要不你就靠你的拳法打击对手，要不你的腿法能控制对手，啊，就明显的有你一个能压制住对手的一个技术才行。你看，打这种内围的缠抱的时候，明显的Runmai他就控制要好于吉文豪。所以我们中国运动员要打跟泰国人打这种纯泰式比赛的话，你首先在节奏上要控制，就跟那个谁邓泽奇能够战胜泰国的瓦扎特，他就是把比赛节奏带起来，用拳法控制住。哦，转到手是不是？哦，这手是非常狠的。这比赛已经是个转折点，这时候吉文豪有点心里上有点怕对手了，有点怕了。起来，举手，冲！对。我们看到这是这个，这啥呢？后，这个比赛
结束比赛，结束比赛，结束了。这样的话，泰国的这个柔奈就 TKO 了姬文豪，又是获胜。啊，一个是他的肘击动作，再一个就是他的伤很重，而且这个在鼻子受到这个顶击之后，一直挺着又打了一会儿，后来实在是撑不下去了。那么这是泰方运动员柔奈。 就应该是赢得了本场比赛。确实，泰国选手柔奈的这个超凡的泰拳的这个技术，也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眼前一亮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。 比赛结果，蓝方胜。有请颁奖嘉宾，信阳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阚贵前先生为如娜颁奖。 感谢颁奖嘉宾，掌声送给如奈。